英国发布重磅报告，揭露中共间谍渗透。香港国安法3周年，港府为何提基本法23条？部署萨德后，美国在韩国又有大动作。西安69平方公寓公摊37平，销售称合规，网络炸锅。 上海宣传系统掀反腐潮，澎湃新闻董事长被查。热浪席卷北半球，意大利恐飙48摄氏度高温。欢迎收看《新唐人快报》，我是天心。今天是美东时间7月14号星期五。节目在播出后会添加 CC 字幕，另外节目也会上传到干净世界。干净世界没有言论封锁，欢迎您到干净世界中观赏节目。首先关注国际快讯。 英国国会周四公布的一份重磅报告指出，中共用举国之力渗透到英国的各个部门，并且大规模搞间谍活动。同时，报告也对英国政府发出警告，应该重视来自中共的威胁。 这份报告是英国情报与安全委员会花了4年时间完成的。英国资深议员7月13号公布了这份报告。报告指出，中共咄咄逼人，并且多方位地针对英国及其利益，已经渗透到经济的各个领域，包括学术和科技等方面。中共还利用历届英国政府经济政策的漏洞来获得战略优势，收购并企图控制和影响英国的工业和能源部门。 报告还批评英国政府没有足够重视中共的威胁，没能识破在利益诱惑下中共耍的花招。英国历届政府对中共的资金欣然笑纳，很少提出任何问题。政府对国家安全保护的责任已经完全让位给了经济利益。 另外，英国学术机构收受中共的钱，对中共获取军事技术的行为视而不见。由于北京对敏感的国家基础设施进行了大量投资，英国核电行业面临被用作杠杆的风险。报告指出，中共间谍经常以英国卸任或现任的公务员为目标来获取信息，而英国对中共技术的过度依赖，有可能对自由民主制度构成生存威胁。英国军情五处负责人麦卡勒姆曾警告说，中共的经济间谍 活动瞄准了英国的专业知识、技术和研究，并试图削弱其商业优势。报告认为，中共成为全球技术和经济超级大国的野心，对英国是最大的风险。 再来关注，由于中共的扩张野心，不仅引发国际警惕，也引起了亚太国家的重视。韩国总统尹锡悦上任后，对中共采取不妥协态度。最近又有令中共头疼的决定，继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后，美国或将于明年提出在韩国部署提丰中程飞弹系统的建议。 据韩国日报报道，美国陆军已在6月27号成功使用提丰陆基中程飞弹系统发射一枚战斧飞弹。如果美国在驻韩国美军群山基地部署一套提丰系统作战单元，可以自信发射16枚难以探测的远程反舰飞弹，甚至可对朝鲜全境以及中国大连、青岛和宁波等海军基地的军舰进行致命打击。 这是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后提出的新战略部署。不过，有分析认为，由于提丰系统可将平壤和北京纳入射程，势必引发两国反弹。 为什么呢？据报道，提丰系统能将射程1700公里的新型战斧巡航飞弹和射程370公里的标准杠6型防空反导飞弹集成在同一辆发射车上，而发射车搭载的发射筒则是 MK41 垂发系统的简化版。报道说，不仅是群山基地，如果是在韩国乌山和平泽等驻韩美军基地都部署提丰系统，可随时对朝鲜平壤进行打击，在有事时也能对北京进行打击。再来关注香港国安法实施3周年之际，香港政府突然为基本法23条立法设立时间表，引发关注。 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上个月表示，最迟明年将对《基本法》第23条立法。1990年4月，中共人大通过《基本法》其中的23条的条文，是6四屠城之后的版本，要求特区自行立法，禁止7种行为，包括禁止叛国、分裂国家和煽动叛乱等，但一直没有实现。香港政府为何此时再提《基本法》23条呢？南华早报报道，《基本法》第23条曾在2003年激起50万香港居民上街示威。4年前，反送中事件更吓到不少台湾人，因此助长蔡英文的声势，使其入住了总统府。2024年，台湾进行新一轮大选，北京可能已经做好国民党失败的准备。报道指出，2019年，韩国瑜声势浩大，香港却爆发大规模示威，民进党打出“把票投给国民党，台湾将变成香港”的竞选口号。 最终让韩国瑜不仅总统败选，连高雄市长职位也丢了。那次失败使国民党陷入了危机，因为国民党对中共温和的战略让支持者失去希望，并质疑国民党对台湾未来的矛盾态度。 报道说，4年后的今天，正当台湾选民准备决定谁将领导台湾以及如何与北京接触时，香港却准备进一步高压统治。7月3号，香港警方悬赏通缉8名海外港人后，以及涉嫌协助在逃人继续从事危害国家安全行为为由，不断带走被通缉者的家人和亲友，引发谴责。报道指出， 北京决心在台湾大选前推进23条和镇压活动人士，这表明北京相信香港因素，因此不太可能影响台湾选民。报道引述淡江大学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教授李大中的观点说，北京可能会采取对台湾选举产生影响的策略，比如军事威胁、散布虚假信息、禁止台湾产品、随机逮捕台湾人，以及加大 外交孤立台湾力度等等，而针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和虚假信息运动，很可能就是中共现在正在做的，试图对总统选举产生影响。再来关注中国快讯。 69平方米的房子，公摊面积竟然达到了37平方米，公摊率超过了50%，这也太离谱了！中共大陆姬女士想不明白，虽然是商业公寓，公摊也不能这样高吧？大陆新浪网7月14号报道，姬女士告诉华商报记者，2020年她购买位于西安市东一路的一套商业公寓，因疫情原因推迟到今年3月份交房，但至今自己并没有收房，就是想不通为什么公摊面积这么高。 根据姬女士提供的购房合同，商业公寓的预测建筑面积为69.75平方米，其中套内建筑面积为32.71平方米，公摊共有面积为37.04平方米。姬女士购买时怎么没有发现呢？ 姬女士说，合同是去年才拿到的，之前自己没有留意，也没有想到花50多万元买了一半的公摊。 那么为什么公摊这么高？售楼部工作人员解释是，因为公寓品质高、有气派，门厅大、走廊宽，每层还有公共卫生间和洗手池等。 而当初负责姬女士的置业顾问则表示，公摊率确实达到了50%，但是单价低、舒适度高，购房时已经说明了公摊等相关问题。而且国家在公寓楼公摊面积比例方面没有具体规定，究竟有没有具体规定呢？姬女士表示，自己曾前往雁塔区住建局咨询，并没有获得明确的回答。此消息在网上掀起热议。天哪，50%的公摊，开发商用心良苦啊！ 公寓太小，来客了家里坐不下，可以坐楼道里去吗？有网友表示，这明明是在直接抢钱。也有网友留言说，这都是当局通过房地产拉动经济的恶果，很多开发商也是受害者。再来关注中国时政快讯。 最近，上海不断有官员落马。周4，澎湃新闻董事长、上海报业集团副总经理程峰落马。在过去8个月，上海也有3名宣传系人物卷入反腐事件。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7月13号通报称，上海报业集团副总经理程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，目前正在接受审查和调查。澎湃新闻网是中国综合新闻网站，曾是《东方早报》的一项新媒体计划，总部位于上海市。程峰7月7号 还出席了《东方早报》创刊20周年纪念活动。1971年出生于上海的程峰一直在上海工作，曾担任上海国际集团办公室主任、上海国资营业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等职务。2013年10月起，程峰出任上海报业集团副总经理。2018年接任澎湃新闻董事长。程峰被查的前一天，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董云虎被通报落马。董云虎和程峰都在上海宣传系统总工作多年。董云虎2015年到2018年担任上海宣传部长期间，与程峰是上下级关系。而在去年11月，已经退休的徐世平也遭到了调查。习近平为何开始整顿宣传系统，引发关注。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郭应哲对美国之音表示，澎湃新闻是上海报业的一个集团，一般认为它比较是属于江派。不过，澎湃新闻仍是在中共维稳大势底下的一个媒体，只能说是比较愿意发出不同的声音。但如果碰到紧要关头时，还是必须臣服于中共的霸权之下。再来关注高温天气，最近。 不仅中国大陆遭遇高温天气，凶猛的热浪也席卷了欧洲以及美国部分地区。这些区域本周末预计会有创纪录气温。中央社引述报道，法国、德国、意大利、西班牙和波兰等欧洲国家都面临炎热高温。 欧洲太空总署表示，意大利西西里岛与萨丁尼亚岛气温可能高达48摄氏度，这已经是欧洲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。而北非地区也一直笼罩在高温之下。摩洛哥气象局向国内西南部地区发布极端高温红色警报。美国国家气象局也发布了极端高温公布，并预测亚利桑那州、加州、内华达州及德州等地高温情况尤其危险。与此同时，中国包括北京在内的部分地区同样炙热难耐。进入6月份以来，北京、河北、山东和天津等地都出现了40度以上的高温，其中北京和河北都出现了高温中暑死亡案例。7月9号，湖北随州的一家养鸡场因高温天气断电，导致4000多只鸡死亡，业主损失惨重。 世界气象组织指出，极端高温是最致命的气象事件之一。以上是本期节目内容。如果您对今天的话题感兴趣，请点赞、订阅和分享。如果您有什么看法，也欢迎给我们留言。感谢您收看《新唐人快报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